啊，我在看你的留言，你继续讲。你看留言，好，知道。就像我现在在讲这个感想的时候，你又打断我。我在看你每一个人的镜头，你的眼影会长不一样。兄弟好好笑，我会勒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你当对小弟好。痛啊或什么的，然后接着牛奶，我们五个人在一个房间，牛奶讲一句话，我非常有感触，他说，哦，我们挑了一条最难的路走，对，他说我们真的挑了一条最难的路走，是，就我们付出这个 energy here I am 的从专辑到一触即发演唱会，哎，我们并没有打算就是做个高脚椅把歌全部唱完，嗯，或者是挑一些很简单的，因为排舞之后牛奶每次都对排舞来说，哎，有什么东西很厉害。对，其实有点不会考虑，我们十六吨就这样来的，我们已经超越了年纪跟体力，就是不停的去突破。那两天其实真的会就像做梦一样，因为真的是突然间就站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，嗯，然后可是当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觉得事后再回想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就像我们 talking 一样。因为我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后来整个回想起来，发现觉得，哎，其实好像也都还蛮适当的，出乎意料的，出乎意料的就还蛮有趣，有趣特别，就连 Toro 打喷嚏，打个喷嚏都可以，我看你留言啊，我在看你的留言，你继续讲，你看留言，好，知道他们都讲什么，你继续，你有打个喷嚏吗？就像我现在在讲这个感想的时候，你又打断。我在看你的留言，就是习惯要打断我的话，一样吗？有，我就在看每一个像官方跟你的的，还是你在看你每一个人的镜头，你的眼影会长不一样。我其实想骗观众没有化妆这件事情，你就不要不是兄弟好好笑，我会勒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你当对兄弟好，我杀了你！你再看得很清楚，你看吧，好开心哦！然后就是会搞成这种状况。哎、欸，其实平常真的。